无事献殷勤，什么意思？说好了三天，三天之后又三天，现在又变成了一段时间，每天更新两个视频，小王都快累死了，说什么也不会再帮你更新了。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来看一下今天的投稿视频。What？ 那么滑雪下去可以节省不少时间。冰哥真的是温柔。他们好聪明呀！不是不是，走，过个桥，直上来。熊二有点可爱啊，这是2月19号要上映的电影《我们的冬奥》里的场景。剧中除了可爱的冰墩墩、萌萌的熊大、熊二，还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动画角色，具体的就不剧透了，感兴趣的到时候一定要去瞧瞧。看看这开枪姿势啊，多妖娆！还有这种的，这种的，类似的 bug 以前就出现过很多次，比如18号出过的金蛇缠尸手，这回的方法也差不多，按照原作者的教程，拿着手雷走到这个位置，跳起来的瞬间点击扔雷，扔不出去就成功了，样子看着特别滑稽，打卡必备啊！EVA 联名战斗服来了，名义相款。真理款、熏款、灵款等等8款套装，玩法类似奥特曼，其中有3个隐藏款，将在后期顶替奥特曼的位置。哦，对了，这次好像没有宠物诶。这是即将要推出的 EVA 联名套装。EVA 是一个动画，国语翻译叫《新世纪福音战士》，讲的是人形兵器和使徒之间的战斗。因为是1995年的片子，年纪小的同学应该都没太接触过。视频里的这些贴图并不是皮肤的最终样式，只是找不着画面临时拿来替代的。不过估计真出了，也是类似火箭少女那样的战斗服吧。大家看，我遇到大哥了，这个大哥在温泉里放毒了，吓死我了。必须送他10年大礼包。好家伙，想象力够丰富的，还在温泉里放毒，下回建议你把字 P 掉啊，看着多尬呀。投稿的同学想知道这棵树在哪里，那位置就在蓝海湾右上角的红楼。上去的方法也很简单，沿着楼梯走到2楼天台，背后的位置侧跳再攀爬上去，之后沿着索道走到中心点，轻轻的点后跳就能刚好落在树中心了。不过这图太小，刷圈的速度比较快，狗分是不可能了，刚落地用这招应该不错。以前遇到过这种主播吗？很多小伙伴问我为什么我有那么多钥匙，自己呢却用这么拉垮的皮肤呢？看到最后你们就会明白我为什么是这样的。再给你们看一下到底有多少位小伙伴在我这里直接欧皇喜提大跑车。这么多兰博基尼白送啊，真有这么豪气的主播吗？当然是假的了。注意看这个钥匙栏的边缘，和正版对比有明显的模糊感， P 图无疑了。另外我发现最近这种白送皮肤的视频非常多，比如这条兰博基尼，其实这个很容易获得的，只要你们评论出喜欢什么颜色，然后点亮爱心关注我，最后来我直播间就可以了。送是不可能送的，主要还是骗取大家的关注和热度，一定要小心上当。哎，真是人生无常，大肠包小肠。前几期视频咱们说过，这款洛天依皮肤属于角色，不是普通的套装，它的头发、衣服都是重新建模完成的，所以丢掉头发就会变成原始建模的样子。但是有一说一啊，这光头确实有点抽象，都快比奇遇老师还亮了。
这是影子舞，玩过刺激战场的应该都见过。昼夜模式里到黄昏的时间，地图上就会出现影子，因为比较唯美，当时有不少人打卡，现在也成了老玩家的回忆。只是物是人非，以前这里还叫做学校，现在已经更名成研究所了。